欢迎来到我们的日更频道的香港特别版，我是日更的香港特派员，我叫 Loki A， 即是 Loki 啊。现在我带你去中港城码头看看现在的最新情况是怎样。入面刚才我就拍了一个安心出行，因为现在入侵商场呢就一定要拍这个安心出行的，如果不是呢被人捉到呢罚5000。好啦，而家首先咧，带佢去一楼个商场嗰度睇睇，而家嘅环境系点啦？早几年我嚟过呢度之后，嗰阵时咧，那个商场咧就开咗好多 outlet 嘅，好多啲名大牌子咧都喺度开咗个，即系喺度开铺咗一个散货场嘅。嗱，而家睇到都系好多都落晒闸嘅。嗱，呢一個散貨場咧，即係而家你望到一間仲有開嘅咧，之前我見到都仲有開嘅，即係之前已經喺度噶啦，即係我之前我幾年前喺度嗰陣時嚟過呢度嗰陣時，嗱，而家望到 Levi's 都冇開啦。咁佢啲嘢咧，如果喺特賣場個角度嚟講咧，都算抵買嘅，有部分貨物都啊屈臣氏都仲有開嘅，因為呢啲連鎖店咧都頂得住下。七仔啊，有啲前面有啲食肆啊都有開嘅，咁因為呢度都仲即係樓上咧就係、是、寫字樓嚟嘅，咁呢度都仲好，即係上面都仲有人翻工嘅。好啦，而家我話帶你上去上一層，就係、是、個離境大堂。咁中港客運碼頭咧，就係、是、佢個角色咧，就係、是、主要都係香港來往珠三角嘅一個碼頭嘅一個設施。咁主要都係去珠海啊、中山啊、同埋澳門都有嘅。不過澳門就唔係好多航班嘅啫。不過我之前我去澳門做嘢咧，咁我都會經常在這裡上船的。嗱，而家睇下，全部都冇開，全部閘口都冇開。以前朝頭早去澳門翻工咧，呢度係排隊排到打曬幾個蛇餅嘅。嗱，而家全部都係吉嘅。個場真係冷清得好緊要，如果地下線啲都可以做一個溜冰場啊！好啦，咁我而家就帶地上去上邊二樓嘅入境大堂，嗱呢個藥房都仲有開嘅，不過有冇生意就佢自己知啦。呢度都更加冷清。咧，頭先個女人都係只係走嚟呢度借廁所嘅啫，不過可能都喺呢度翻工嘅，都係可能呢度可能喺附近樓下嗰啲商場嗰啲翻工啦。嗱，有啲老人家
喺度坐喺度嘆下冷氣，上下網，幾疏乾噶。呢度都有幾間賣名牌嘅鋪頭，不過都係睇落都冇乜生意。咁唯一中港城呢個唯一一個賣點咧，就係開咗一間日清合味道嘅展覽館。嗱，點講啊？合味道紀念館。佢有分兩 part 嘅，而家我哋望到呢一 part 咧，就要俾錢嘅。咁入邊有咩嘅咧？咁啊，入邊有啲合味道嘅歷史介紹啊，同埋佢有啲工作坊嘅，有啲 workshop 嘅，咁就可以自己砌個合味道杯面嘅。佢有俾曬啲材料你，咁就即係可以自己砌個杯面出嚟嗱。咁呢度呢一邊咧？就是賣紀念品啊，同埋賣佢哋啲產品嘅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上年都幾多人買嘅《新世紀福音戰士》嘅合味道杯面 set， 20蚊三包，啲薯片都幾好食噶，嗰只。嗱，啲紀念品係非賣品啦，上面嗰啲。嗱，啲非賣品嚟嘅。呢啲巴士電車咧，我都見過喺出邊有得賣嘅。不過呢度當然當係非賣品啦。嗱，咁佢有啲 T 恤啊，有啲特別嘅啲日本版嘅食物啊，有個袋啊。嗱，呢度有個金製嘅合味道杯麵同埋出前一丁麵。是不是真的金就不知道了，當它是吧。好了，現在帶你看看整個館是怎樣的。那邊就是收費區來的，那邊看看何時日更可以 sponsor 我，那就可以帶你們進去參觀一下了。好啦，今日行住咁多先，記得 like and share 日更頻道啊，拜拜。